好，我们上次呢讲到《诗经》里边讲的“因之为上师，克配上帝，宜兼于殷，俊命不易”这四句诗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伟大的天命啊是不容易说能够守护得住的。随时随地呢，天命暗收，上天呢就天命不佑啊，有通天的本领啊，也会山穷水尽，寸步难行。相反的呢，如果你能够克己复礼，能够克配上帝，能够遵循上帝的律法，持戒修福啊，那就算你能力很差，头脑很笨，口才很拙，但是上天呢，会把你所缺乏的部分全部给你补齐。所以说，道德重则德国啊，失重则失国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是在说明这个道的意思，就是说明啊，说明呢，德重则德国，失重则失国。你要得到众人的拥护啊，你就得到了国家；你要失去民众的拥护呢，你就失去了国家。所以要得民心，这个很重要。要得民心。所以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。今天我们要得到民心，道呢才可以弘展。要失去民心的话呢，那么就算你财大势雄啊，这个道也会萧条掉的。所以问题是要怎么样得到人民的拥护，得到众生的拥护呢？这个孔老夫子讲得很好，他说啊，取人以身呐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人。要取得人心的支持和认同，你要能够怎么样啊？要能够修身修得好，要修身修得好，要身教好。这个不是说一个制度可以管理得了的，也不是严刑峻法可以威吓得了的。老子讲啊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畏之啊？就是说，有的君王会觉得说，你不服从我的管理，不服从我的这个领导的话，我就把你杀掉。事实上，老百姓都不怕死，所以暴政猛于虎啊，暴政比老虎还可怕。老百姓要反对暴政的时候呢，连死都不怕。所以说呢，取人于身要取得人的支持，一定要自己修身修得好，修身以道。修身要怎么修呢？要用道来修身要道来修身。那什么样才是修道呢？修道以人越修越仁慈，越修越慈悲，这就表示说你修道成功。所以简单的说呢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众人的支持呢？慈悲的人，不是口才好的人、学问好的人、能力强的人、有钱的人，不是有权势地位的人，都不是，要慈悲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啊。是故君子先圣乎德。有德持有人，有人持有土，有土持有财，有财持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外本内末，争名失夺。是故财聚则名散，财散则名聚。是故言备而出者，亦备而入；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康告曰：唯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是故君子先圣乎德。所以君子呢，最重要的就要先谨慎自己的德性好不好？这上面呢，要非常用心的去修持。所以修道培德要修道，要培养自己的美德。所以大学之道呢，在明明德，开宗明义。就是要你这个光明的美德啊，要能够恢复它的光明，然后才可以明明德于天下，让天下人呢都可以明明德。所以说要先圣乎德，要小心谨慎你的德固有的美德有没有给它恢复起来维持住，这最重要。有没有在明明德？有德持有人，如果有了这个美德以后呢，就会有人来支持你了。有人持有土。有人，以前古代讲，有人就有土地嘛，有土地呢就有钱财，有财有土只有财，有财才有用，有钱财呢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，所以说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所以德是根本，财是枝末，好像德是树根一样，财呢就是树叶了，那是最后的结果了，所以树根当然比树叶重要了，当然比树枝树叶要重要的多了。所以这个德呢是根本，
同样呢，我们要道传万国九州呢，什么最重要呢？德最重要。我们道场啊，重视什么？寺庙啦，道务啦，还有道亲，道亲最重要啊。没有道亲，就没有道务；没有道务，就没有道场；没有道场呢，也没有什么道财可以使用。但是道亲要怎么样子能够得到道亲的拥护支持呢？那我们修道人，我们这些前贤呢、啊，要有德性才行。尤其是道亲呢、啊，他又不是来赚钱的，啊，他来修道的，他来修道当然要追随真正有道之士啊。所以要先圣乎德，要谨慎的来修道培德啊，这是我们特别呢要用功夫之所在。但是一般人不同啊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，外本内末啊，争名失夺。这德是根本，才是之末。可是呢，很多人会外本内末，就是把重要的放在外面，把不重要的放在里面。重要就是德啊，会觉得道德值什么钱啊，有什么用途呢？尤其好心，很多人会觉得好心好雷惊啊，好心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好心没好报啊。所以说呢，就很容易外本内末，外本内末呢就会争名失夺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道场，任何一个团体，甚至一个家庭，如果重视钱财超过了重视道德的话，那争名失夺，那老百姓就一天到晚就在争夺利益啊。啊，就像孟子去见梁惠王，梁惠王就说啊，寿不远千里而来啊，何以立吾国？他说老人家，你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，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呢？有什么可以利益我的国家的呢？啊，孟子就斥责他说，王何必约利啊，你何必一天到晚口口声声就是利呢？就是这个财利啊。啊，他说王如果要说利的话，你的文武百官老百姓都是在争夺利啊，上下交争利啊，邦为矣啊，上面下面都追求的就是利，就是财物啊，就是金钱财富，那国家就危险了，国家就危险啊。所以他说王何必约利啊，他说皇上啊，你何必口口声声就是利呢？但有仁义而已啊。他说我没有利，我只有仁义，但有仁义啊。所以这个仁义就是德啊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对，这是根本。上个月才有道亲，哇，求道以后很久没有见到他，十几年没见到他，突然间来了，突然间专程从新竹跑来找后学。他又问后学，刘安师，三宝修持啊，可不可以得到财富？这就是所谓的外本内末，重视的是财富。我说你这个问题呢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你感冒啊，问我说香港角的药膏拿来吃会不会好一样啊，这风马牛不相干的嘛。我们今天修持三宝是为了要怎么样，要去恶向善啊，要化你的三毒嘛。三宝可以化贪嗔痴三毒啊，贪嗔痴三毒化掉以后，你就剩下智仁勇三达德了。你的本性就好像眼睛的白内障去掉以后，眼睛就恢复光明一样嘛。所以它是降服你的心病的，不是给你追求财富的。但是众生希望就是这个，就是希望能够能不能有财富啊？这用个三宝叩个手，都希望能够得到财富啊。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，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啊。因为全世界的国家，像美国也是啊，强调说美国利益优先，他没有讲美国道德优先了、啊，美国利益优先，现在都讲国家利益，不讲国家道德的，重视国家利益远远大于重视国家道德，这就是所谓的外本内末啊，啊，那到时候上下都在争利啊，啊，当然都在争利，甚至连夫妻啦、啊，现在以前夫妻是财产共有啊，现在财产分离啊，夫妻也会争夺财产，对不对？兄弟姐妹也是争夺财产啊。前一阵子有一位道亲跑来找后学，他是清修的道亲，那自己有工作有收入也有存款，生活不愉快嘛，他就觉得很惭愧。他说我清修，我在道场这么十几二十几年了，然后最近因为他父亲归空了，然后他因为他是女生嘛，那一般台湾人的习俗就是女生是没有分财产的，财产都留给儿子啊，公说儿子要拜公骂了，爱旁道了啊，那女儿是嫁出去的。他说我是被鬼附身了，是不是？他说我就大哭大闹，我就不肯签名啊，啊，就是签放弃继承嘛，我又不肯签名啊，吵啊闹啊这样子，啊，真的是为我们这个道丢脸丢急了啊，就为了几十万呐、啊，啊，就为了说那他如果不签的话，可以分到几十万、啊，为了几十万大吵大闹。他说我是中邪了，是不是？实际上不是，
就是我们已经被洗脑了。被什么洗脑呢？三个字：吉凶祸。那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被洗脑了。所以说上天呢，用很简单的方法来救人，上天降道来救人，一个字道，这道就可以救人了、就可以让一个人去恶向善，超生了死，超凡入圣。魔鬼也很厉害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魔鬼用一个字也可以来害人，就是钱，一个钱就可以让你这个丧身失命啊，丧心病狂。所以这个财啊太重视钱啊，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，争名失夺啊。所以我们要要能够胜乎其德啊。但是修道培德要怎么修呢？孟子讲得很好啊，这个德好像很抽象啊。孟子说无善养浩然之气，就说一个人修得好，就是这个人有浩然正气，对，他气质非凡，他有一股道气。所以修道不能说自己觉得自己德性很好，你要修出那种道气、灵气、正气、仙气啊，修出这种好的气出来，气场啊，简单的说，那个磁场变得很好啊，这样养浩然正气。他说无善养浩然之气啊，他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我能够养浩然之气，就像有的人善于什么，擅长赚钱一样啊。那孟子他是擅长养浩然之气，他说无善养浩然之气啊。他说这个浩然之气呢，滋养无害，自大自刚，浩然之气非常伟大，阳刚啊，阳气，阳刚之气。这个佛家的不叫佛家，就叫什么佛光普照啊，叫做什么功德法身，法身无形无相，遍满虚空。浩然之气就是我们孟子说的浩然之气，就是我们道常讲的什么无极理天，就理天，无极理天，没有极限，自大自刚，摄乎天地之间啊，充满一切，叫没有极限，无极理天。要养的是这个东西啊，要培养这个浩然正气。他说我善养浩然之气，他说这个气呢配意于道啊，无事馁矣啊。如果没有意和道的话呢，就气馁了。要配意和道，这两个功夫都要有，意和道。如果没有配这个意和道的话呢，他就会气馁。每个人都有浩然正气啊，每个人都有法身啊，不是光只有这个肉身啊。佛有法身，我们也有法身，这法身就是你的灵性啊。问题是灵性每个人都有，但是灵不灵而已啊。有人性是灵的，性灵就做神啊，性不灵就做鬼了，失魂落魄啊，就做鬼了。所以说这个灵性你要发挥，你要发挥它的灵的功能，虚灵不昧，这时候才可以什么，才可以超凡入圣。所以要怎么修呢？配意与道。内在来讲就是要修道，道怎么修呢？孟子讲什么是道，夫道为一而已啊，就是抱元守一啊。他说这个道啊为一而已啊，就是一而已，就守一就好了，唯精唯一啊，守住这个一。我们传道就是传这个，对，万法归一啊，守一，圣人抱一，为天下事啊，能够守住这个，得到以后诚心抱守，一心不乱，一直守到一心不乱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想好啦坏啦美啦丑啦成功啦失败啦祸福吉凶啦，哎，置之于度外，这就是已经真正的。当然你守玄用三宝每个人都会用啊，要用到归一了，那才叫归根复命啊，归一了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是有道了，就要配上这个道了。但除了内修能够允直觉中，也就是抱元守一，除了这一点以外还要配什么意，意就是要行功嘛，要行功了愿啊，啊，这两个要内外合一啊，内则抱一守道，外则守中啊，抱一守中，外则怎么样行功了愿，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呢，哇，浩然正气就不断的成长。这就是变成说真的有德之人，有德持有人啊，自然就会有人啊来认同你支持你，然后呢有人持有土，有土持有财，有人支持你，当然就你的势力范围影响范围就越来越大，叫有人持有土。然后呢再来就是这时候我们一般人最重视这些钱财的运用啊，自然就会发生啊，因为人多啊，福报就大啊，有人气就有财气嘛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追求。那这些东西都是枝末啊，根本立了以后啊，这些枝末自然就本立而道生嘛。所以像后学有一次开班的时候，有一位青少年说来参加这个三宝修持的法会，又不能帮自己赚很多钱
我不如去打工，我不如花这个时间去打工啊。那礼拜天嘛，刚好可以去打工，可以多赚一点钱。那这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观念的啊。讲到这个有德持有人，有人持有土，有土持有财，有财持有用。或许就想到一位道亲啊，姓张，然后他是当医生的，他头脑很好，他有中医师执照，也有西医师执照，那双执照。那他当然开了一个诊所，是西医的诊所啊，生意也很好。然后他很重视养生保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他刚进大学的时候，他医学院的教授啊，就跟他们这些学生讲，说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哦，我们医生啊，平均寿命会比一般人少10岁。哇，这个医生原来是玩命的啊！前一阵子不是有台大医院医生做身体检查，结果有1/4都得癌症嘛，医生的死亡率啊，还有这个平均年龄都比一般人少很多。他说他当时就不以为然了，他就觉得说，我们当医生的一定最了解身体、最了解疾病啊，最懂得养生啊，所以只是说太忙碌了。他认为只是说太忙碌了，忽略了，不然医生的专业常识应该是更长寿的。所以他虽然当了医生啊，他就非常重视养生，他每天一定要骑脚踏车要1个小时以上，然后他吃饭呢，他很重视这个，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他吃一口饭呢要嚼30下才吞下去。为什么？从医学的角度啊，嚼到30下以后呢，唾液里面会分泌一种神奇酵素。啊，这神奇酵素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可以造成呢身体的健康，所以他很有耐性哦，啊，要嚼30下，我们都吃饱了，他才吃第3口大概。这么重视养生，他觉得自己身体一定可以保养得很好。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他就去做了一个体龄检测。我们现在都说我们的实际年龄的，比方说候选实际年龄59岁，但是可能体龄检测出来啊是70岁。对不对？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，50岁，你身体实际年龄几岁有什么用？那个体龄检测比较准啊。然后他呢，他今年是34岁，他很年轻哦，年轻有为，他这么年轻啊，34岁而已。他今年34岁，他体龄测试出来呢，已经40岁了。他说：“哇，那我们教授的话就已经快实现了，对不对？我当医生也不过当了5、6年呐，就已经老了6岁啊，你看比实际年龄老了6岁啊。”啊，我如果当个20年的话，那不是差了10几岁了吗？我那么重视养生，为什么年龄还会这样子？他就检讨，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体龄这么高呢？他就想到说，因为他是学中医，他不只是学西医，他就想说，他回忆他哪一点有出问题，他就想到说，因为他病人很多嘛，他说那个病人只要是重症的病人，生了很重的病的病人啊，一进到这个诊所啊，一靠近他就觉得，看他背后刷掉那样子啊，就觉得很不舒服那样，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，他那个听诊器哦，只要一碰到那种重症病人的身上啊，一碰到他都会弹回来，那对，那弹回来，哎呦，好像被电到一样，一股恶气啊会冲过来。哦，他知道，他学中医的，他知道这个理论就叫病气，因为病人有病气啊。好，不只是病人有病气，这个世间有浊气、有阴气、有煞气，对不对？人倒霉的时候还有霉气。什么样的气都有，所以那种浊恶之气到处都是。那病人身上有病气，所以他医生直接接触到这个病气啊。所以说他再怎么样小心的养生保健呢，他身体还是越来越差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跑来问后学要怎么办？很简单呐，要养浩然之气呀，对不对？君子要先圣乎德，你不要光会赚钱呐，要培养你的浩然之气呀。就叫他每天三宝修持。于是他每天呢就20分钟，每天持之以恒。像我们一般人做三宝修持都会，但没办法像他那么有恒心。他每天持之以恒20分钟的三宝修持，每天都持之以恒，2个礼拜，才2个礼拜，他再去做体龄测试。他本来测试40岁嘛，2个礼拜以后变成几岁知道吗？30岁，年轻了10岁。所以就知道这个三宝真的是养浩然之气呀，因为他那个身上那个浩然之气正气养出来以后，病气就消掉了。而且他说最神奇的是什么？那个病人啊，一走入诊所，一看到医生啊，就说：“哇，哇，医生啊，这个张医师啊，我怎么看到你病就好了一半啊？”就他那个气已经养到可以化人家的病气了。所以他的病人往往都是吃药吃到一半病就好了。哇，这声名远播啊，他生意一向好了一倍啊！这真的是有德持有人啊，就有人拥护他，有人就持有财，有财持有用，对。
啊，所以说三宝修持赚不到钱吗？还真给他赚到钱了，啊，他当然不是为了三宝修持来赚钱，他是为了三宝修持是够名的啊，固本的，所以这就是养气，他不过是养的还不是浩然正气啊，就养了这一点点这种固本培元，他只是养这点什么元气不失啊，然后够顽皮嘛，对不对？把那个元气啊，固本培元，把那个元气给固住了，那个元气固住了，病气就不入侵了。病气不入侵以后，人气就有了，人气有，又财气也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根本啊，什么是枝末。是故财聚则明散啊，财散则明聚啊。所以说呢，财聚则明散，钱财聚了，敛财啊，钱越聚越多，然后失了民心，老百姓就失散掉了，因为你没有德性嘛，上下交争利，你光重视利益啊。所以不重视德性，没有慈悲，没有爱护，没有布施，没有奉献，所以呢，钱财越聚越多，但是呢，老百姓呢就散失掉，人心就散掉了。相反的，财散则民聚，有钱财就要善财啊，要去布施行善啊，这时候才可以得到人心的拥护啊。对啊，财善则民聚，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所以说，言语呢，如果违背真理出去的，一样呢。哦，就是你喜欢批评啦、攻击啦、毁谤啦，一样批评、攻击、毁谤的言语呢也会进来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爱公厚为啊，要讲好话啊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嘛。你说坏话，最后呢，坏话也会进来啊，易被而入。后学有一次到一个讲师家去，这讲师口才好得不得了，就发现他的这个书房啊，挂着一个卷轴啊，上面写着。人家骂我，我也骂人，这也是有道理啊。人家骂你，那你也骂人，对不对？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嘛。啊，悖而言，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希望不要被人家批评啊、攻击啊、毁谤啊，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。简单的说，来说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你怕人家讲你是非，你就不要去讲是非就好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物于左者，勿以施于右嘛。啊，上一堂课有讲。啊，说勿于右啊，勿以交于左啊！你不喜欢别人讲是非，你就不要用是非去讲别人就好了，这叫挟举之道啊。同样的，或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啊。这金钱财物也是一样，君子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啊，取之无道，钱赚到了也没用啊。赚到了，他一定呢用不正当的管，不正当的管道进来的钱，一定用不正当的管道出去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那可能是车祸啦，啊，可能是生病啦。可能是很多的被人家欺骗啦、诈欺啦等等的，这很可怕的。现在没有德性，你钱财守不住的啊，钱财是守不住的。像最近就有一位道亲，这个他们跟国外的一个公司这个一笔账目啊，对方的总公司呢 email 给他们说，现在这笔账款啊，请他这个汇入这个新的账，当然不宜有他嘛，用总公司 email 过来的那个账号都一样啊，他们就汇过去了。哎。结果是诈欺，因为电脑骇客入侵啊，诈欺集团，他就去报警。那个警察恭喜他们，你知道恭喜他们怎么的？说哎呀，你们被锁定很久了，你们只有损失几万。然后最近郭台强是郭台铭的弟弟嘛，一样这个诈欺集团，他汇了十几亿过去，血本无归，都追不回来了，很可怕的这个时代啊。他说那是最高级的诈欺集团，国际化，里面一大堆骇客。电脑骇客高手，所以说不要以为钱赚到了就是你的，不是啊，要搞清楚，要取之有道，取之无道的话，各种管道会出去的。那被骗走还好啊，如果是用这种疾病啦、天灾人祸啦，那才可怕，连丧生失命都有可能啊，非常可怕。像这个台北一个道亲，他是建筑师，他就说他是台南人嘛，台南的世家啊。他们世家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这一家子历代以来出很多知识分子啊，都是塔翠郎。然后他说，他考大学的时候，他爸爸只有交代他一句话，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读，但是不要读法律。他说为什么不要读法律？现在学法律的最有前途啊。他爸爸讲说，他们的家族啊，看得到很多，这些世家很多都去读法律的，当法官的，当律师的。他说啊，祸延子孙啊，他说很多啊，他说例子举不完啊。所以说，他爸爸说你就是不能学法律，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，
啊，因为你学法律，就很容易受到这种诱惑，啊，就等于是我们台湾人讲说"有钱怕生啊，无钱怕死"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，不可避免，因为你不参与这样的一个集体啊，集体这个贪污的话，像最近不是有抓到那些法官呐、啊、检察官，对不对？你不参与的话，那是抓到没抓到的更多。你不参与的话，你就等于说是害群之马了，你反而好人变害群之马了，你会被排挤的。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经验说，哇，子孙一定会出问题，啊，家庭一定会出问题，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个行业。这是说他的成他的家训了，又成庭训了，所以他就去当建筑师。本来他是要去当律师的啊，当法官的。像后学也认识一位点传师。他也讲说，他以前做土地代书，40年前就做土地代书，一天要请他的公司里面请十几个人，哇，生意多好啊！啊，后来他修道以后就把它收起来，因为他说以前做代书，现在可能不晓得怎么样了。以前做代书有时候要做很多假账啊等等的啊。他说他们同样做这个行业的，哦，有钱有闲呐、啊，没事当然都久久去看病啊，啊，说哦，都有一些案疾啊。啊，治不好的病，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哪一个医生特别灵啊，哪个医生特别医术好，我们再去看这个病，看那个病的，说病很多啊，这就是所谓的祸备而出啊，备而入者必备而出，所以不要以为钱很好啊，你没有德之人呐、啊，你有钱呐、啊、会出问题的，所以说我们讲福德正神呐、啊，有个福下面一定要有个德才行啊，那土地公是专门赐福给人的、啊，但是他是福德正神，为什么有福？因为有德。福啊，德在下面要树根一样，没有这个球桃啊，就没有上面的福啊。福只是树啊，球桃呢就是德。所以说，德是根本，才是末啊。祸备而出者易，备而入者易，备而出，所以一定要取之有道。要取之有道的话，你必须有德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取之有道。无德之人呐、啊，都认为自己取之有道，事实上是取之无道。像现在我们吃的东西在台湾。哇，弄几 gay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橄榄油没有橄榄，芝麻油没有芝麻，花生油没有花生，这很可怕的。什么东西是真的？淀粉也是毒淀粉，对不对？茶，哎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它 是真的，是啊。水也是都污染，像大陆啊，水污染全世界第一，空气污染全世界第一，很可怕的。根本没有水可以喝啊，所以这个会造成水污染的这些公司啊，一定会产生这种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嘛，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啊，不可避免的嘛。因为你赚的这些钱污染了地下水，污染了这个河川啊，污染人体啊，这都是备而入啊，不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，这报应一定会出现的，很可，这是圣人这样讲的，绝对错不了的。所以现在啊，很多钱是不能赚的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都是备而入啊，都是不走正道的。你不要看像电子科技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最好的行业，高污染啊，电子科技啊，你要在创作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要用大量的水，而这个水经过以后，通通都变成污染的水，很可怕的。康告曰：“唯命不于常。”啊，这是《尚书》里面讲啊，就是周朝的君王啊，他的告诫这个他的这个太子啊、大臣啊，说：“唯命不于常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天命啊，不会永远恒长的。有德者得之啊，所以大德者必受命啊。我们说天命，天命是受命于天。”大德者会受命于天，所以像文王、武王，照理说他们好像没有直接得到人的天命的传承，他们是一个偏远国家的小国，偏远地方的小国，但是上天选中他们，所以他们继承天命。像纣王，哇，那是名正言顺的 啊，那是一个正统的道统传承啊，商汤这样传下来的，但是呢，他暴虐无道，失了天命，所以说呢。唯命不于常啊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这是说明这个道的意思，说明啊，说明了善则得之，啊，
如果是善良的人啊，你就得到天命；不善良的人呢，你就失去天命。啊，什么是善良的人呢？慎乎其德嘛，一样浩然之气的，慎乎其德，配一语道，对不对？啊，还可以行功了愿。啊，除了自己养浩然之气，除了自己这个抱一手中以外，而且还外在呢，还能够行功了愿、行功立德啊、行义，那这两个加起来呢，就是所谓的善善人，这是善人。那这个呢，就可以得到天命。相反的呢，外本内末啊，简单的说，人生观就是赚钱第一啊，国家来讲就经济第一，个人来讲就赚钱第一。有这种观念的人，这种行为的人呢，一定失去天命啊！不善则失之矣，一定失去天命。所以这种行功，刚刚孟子讲这个义很重要啊。这个义呢，就是要去布施奉献，就是行功了愿。所以你不义之人呐，就是不善；不义之人就会失去天命。所以不义之人就是自私自利的人。上天扶持的是这个义人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世间啊。不要讲别的了，就缩小到一个房子，一个房子，你看看它的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，都是为整个房子的存在互相支持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为自己的，为公不为私的，啊，它所有的每一个材质都是要跟其他的材料啊互相搭配啊，奉献自己的一己之力，自然之道就是这样子。同样情形呢，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。都是在为整体付出的，这叫义。眼睛是不是为整个身体服务的？耳朵是不是为整个身体服务的？鼻子为整个身体服务的？身体里面只有一种细胞是自私自利的，就是癌细胞。人如果自私自利，就是社会的癌细胞。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，一个家庭要兴盛的话，一定要家里面有这种人啊，能够服务众人。所以说，这个不善啊，就是讲不义之人啊，就会失去天命啊。光自己自私自利要图发展的啊。这个就是会失去天命，不善则失之矣。要行功立德很重要。像后学就记得，讲到行功啊，后学就记得这个后学有一次父亲呐、啊、生病，我就到这个医院去照顾他，那所有的课都停了，没有行功啊照顾他。照理说行功是没有薪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天怎么补偿你，你都想象不到。就后学在医院照顾后学的父亲一个月呀、啊。啊，这时候就因为刚才不是有讲到这个体龄测试嘛，那刚好那个医院有一个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个简单的体龄测试，那后学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龄测试，它不像那个那么复杂，说哎几岁啊都点得很清楚啊，从15岁啦到65岁啦，每一岁都有这个年龄层，它就是一个大概15岁到20岁，20岁到25岁，那以5岁为一个间隔。然后从15岁开始一直到65岁，有大概测试出来，你大概年龄层在可能在55到65啦，或者45到55啦，大概好像是10年啦，10年为一个间隔。我想着大概测试一下，就没想到一测试呢，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超过65岁，哇，身体那么衰弱啊，超过65岁，结果后来呢，后觉父亲病好了，我们又开始行功疗院，更忙。照理在医院照顾父亲还比较轻松一点啊，就是看他小心他不要跌倒了啦，服侍他吃饭啦、上厕所啦、洗澡就这样，在道场到到处奔忙啊，累得不得了，又开始恢复行功疗院。后来过了半年以后呢，后觉有一次回到医院去帮后觉的父亲拿药的时候。经过那个体龄测试的地方啊，就想说，我上次测超过65岁，再来测测看，再去测呢，又没有测出年龄出来，为什么？低于15岁，所以你这怎么说呢？对不对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你得到天命的护持啊，在你生命里面有没办法想象的一种啊。不可像刚才讲的那个手断成3节，还粉碎性骨折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把车子、机车拉起来，还可以骑回家啊！这就是天命的护持，你没办法想象，就是善与不善、义与不义啊，关一念之间呐。所以说，楚书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啊，唯善以为宝。”楚国的史书上面讲啊，
楚国啊，没有什么宝啊，唯善以为宝啊。所以说楚虽三户啊，亡秦必楚啊。以前讲说楚国就算只剩下三户人家，灭亡秦国的一定是楚国。果然后来秦国那么强盛，被楚国给灭亡啊。项羽就是楚国人嘛，被楚国给灭亡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楚国啊，他们立国的精神就是善啊，善就是我们的宝。他们没有金银珠宝，没有千里马啊，没有什么高大巍峨的宫殿，只有善。什么是善呢？其实人之初性本善，善不是一个字两个字可以讲完的。一个人万善具足嘛，就像眼睛有很多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颜色都看得到，什么大小形状都看得到，你不能界定它只能看到青色、红色、黄色，就像德一样，德你也不能界定它只是仁慈，或者只是勇敢啊，或者只是有自制力，或者只是慷慨，它是具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。我们只能说啊，健康很难去界定，但是呢，不生病就是最好的界定，对不对？不生病就是健康。同样呢，不恶就是善，不要邪恶就是善。而孔子讲什么叫不邪恶呢？啊，就像不生病就是健康一样，不要邪恶就是善。孔子说啊，苟志于人，无恶已啊。如果你志于人，啊，你立志做一个仁慈的人，人人君子，人人志士，那无恶已啊，就没有任何的邪恶。所以这个立志很重要啊，你有没有立志成为一个人人君子？这个非常重要的。真正立志为人人君子的人啊，所谓志士仁人啊，要杀生成人啊，有杀生以成人，无求生以害人啊，无求生以害人，那这是志于人啊，为了人呢、啊，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，哎，这就无恶了，所有的邪恶甚至数世的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啊。像以前在印度啊，印度有所谓的种族种姓制度。也就是说你世世代代是哪一堕代哪一个种姓的话，你世世代代都做这个。其中最坏的就是抄杀业的。啊，就是专门负责屠宰的，那是最坏的。最好的是婆罗门还有君王啊，这是好的行业。那最坏就是抄杀业的。然后你诞生在这个家庭，你不能改业的，你永远都要抄杀业。啊，那因为业障很重，你才会降生在这个家庭。就好像你诞生做狗了，你不能说我要改行做猫，没有的。你就永远做狗了啊，因为你的业障就是这样子。结果呢，有一个家是以屠宰羊为生，他们有的是杀羊的，有的杀这个杀那个的，不一定的啊。以屠宰羊为生的，然后他这个儿子呢，嘿，不杀生，立志不杀生，不干这一行，不干这一行是没有别的行业可以做的、哦，所以他的父母亲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不给他吃饭，不给他提供饮食，说你今天呢，要么就杀羊，你杀羊你就干这个行业了，因为他就是不肯杀啊。你要杀羊，你干这个行业继承家业；你要不杀羊呢，你不继承家业，将来你也是没有别的事情，因为你不可能改行的。你这个家族出来的，外面没有任何工作可以让你做的。印度就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你也是死，我干脆把你饿死，免得你在外面流离失所，死得很惨。所以他不提供食物，叫他杀羊。然后他这个儿子呢，就想说，我如果真的肚子饿了，然后丧心病狂的，我可能就真的把羊杀掉了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李安拍的那个什么少年拍啊，像少年拍的《漂流记》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你要活下去啊，你就要杀他。他怕自己到时候肚子太饿了，就真的去杀羊，他就干脆拿那个刀自杀了。照理说自杀是很有罪很重，可是他是为了救生啊，就是杀生以成仁啊，为了救这个羊啊，为了不要成为一个杀羊的凶手啊，所以他自杀了。所以他自杀以后立刻就升天，所有的罪业一时解脱，立刻升到天上做神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实际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啊，就是杀生成仁。所以说呢，为善以为宝，善是最重要的啊！我们要志于人，要立志成为一个仁者。像我们今天道亲啊，都亲口如数的，就要立志啊，要守护住啊，永远不要杀生害命，这就是宝啊，这是宝。
就范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”就范曰：“这是晋国啊，晋国呢出了一个霸主，叫做晋文公。晋文公以前呢，曾经在外面流浪，流离失所，到年纪很大才回到他的国家，当了国王以后呢，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然后他的舅舅啊，就范就是晋文公的舅舅啊，也跟着他去流亡。”那这个就范呢，就讲说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。”啊，这个多了一个"以"啊，就是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啊，在外面流浪的人，连衣食都成问题了，当然不可能带着什么金银珠宝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宝贝的。我们的宝贝就是人亲，就是仁慈和亲爱。所以这就是讲的至于仁，我们就仁慈，因为有仁慈，所以我们这些人虽然在流亡啊，但是呢，大家相亲相爱，像我们道亲一样，以道相亲，有道就好，大家相亲相爱啊，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宝，这是真正的宝贝，叫人亲以为宝。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啊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宝贝，什么是道场的宝，什么是家里边的宝，什么是国家的宝，善以为宝，人亲以为宝，这都是有道之士，有智慧的人，有贤德的人，他们才会有这么好的体认啊。好，再来看下一段。秦氏曰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赐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上亦有利哉？人之有计，冒计以误之；人之厌胜，而为之必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待哉？为人人放流之，并诸事宜，不与同中国，此谓为人人唯能爱人，能恶人。”这一段也非常重要，这是圣人告诉我们的所谓用人之道啊。人这么多，要怎么样用它，这很重要。在后学再看啊，这么多年来办道起来，就发现道亲呢、分作很，当然道亲很多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可大致上我把它分成四大类，四种不同的道亲，各有它的因缘。第一种道亲呢，它可以成全后学的，这是最好的，它有办法成全后学。所以成全后学呢，不是你去成全，你真的成全得起来。吃肉你可以成全到他吃素，成全到他开坛，成全到他牺牲奉献，祭天行道啊，呈现到他呢百考不退，这真正好的一流的人才，就是可以成全道亲，成全后学。渡人简单啊，成全人很难啊。像我们一般道场来讲，100个人求道，看你有没有一两个人可以成全得起来。比方说1000个人求道，一年有1000个人求道，你可能有10个人，10%啊，就10个人进入道场。这10个人里面看有没有一两个亲口，所以要成全人没有那么简单。那一等一定民宅啊，就可以成全后学。为什么？有德才行，德性要好才可以成全后学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可以维护道场，这种也很好。那道场里面什么看到事，不用人家交代 ，Q 逮鸡来走啊。像后学到这个的一个道场去讲课，哎，就发现一个年轻人啊，看起来像高中毕业那样子，刚读大学的，因为他站都站得直直的，一个平头啊。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守规矩的高中生，就怎么样看起来都像那种规规矩矩的高中生啊，就是脸看起来老一点点。后来才知道他已经30几岁，台大毕业，台大博士班毕业了啊，37岁了，看起来像高中生。为什么老是注意到他呢？因为是进来递毛巾啦、端茶啦、擦桌子啦啊，上课之前就做这些事，下课以后呢？道亲都走光，他还在那边看厕所有没有收啦等等，就维持道场。他虽然学历这么高啊，才到博士班毕业，但是呢啊维持道场啊，或者在厨房帮忙啦 啊或者是维护清洁啦，或者来道场参班啦，各种道务啦都可以维持啊，那个什么办道啦、执礼啦啊，通通都可以参与
但是可能要成全人起来，这个其实蛮困难的。那真的是自己要用智慧和德性才可以成全的起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道场有事就做，事无大小啊，亲自去做。所以这种呢，就是属于维持道场、维护道场，这也是很优秀的人才。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啊。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补习的，从小呢，连坐公车家里面穷啊，连坐因为家里面是修道人嘛，连坐公车都要自己，公车的钱都要自己去打工啊来赚，然后也没有多少时间呢、啊、可以来读书。可是哎，就是碰到重要考试的时候都可以顺利过关。所以这就是上天有保佑他。第三种是哪一种呢？消灾祈福啊，就祈福消灾的。后学碰到这种道亲啊，我都不会成全他成为办事员的，他就是要来祈福消灾的嘛。所以他来听听课啦，听听道理啦，来这个啊初一十五来拜拜啦就好。那这种祈福消灾，我后学有碰过这种道亲哦，做生意的根本没有时间来道场，钱到人不到，他们就是要么就初一十五来拜拜祈福消灾，要不然就是捐钱。华光建德一个有一位道亲，就是说他做生意的嘛，道场要盖本坛啊，要什么的，他就说哎，天花板我出，哎，这个哪一个地方我出，哎，音响我出，他抢着要做这个生意。为什么？他说他比方说这今年如果捐500万的话，一定赚1000万以上回来啊，他有经验的啊，所以他说啊，碰到那种他都抢，到处打听。这就是所谓祈福消灾的，他也是内行人啊，他也没时间跑道场啊，他来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他没有那个心，他没有办法去低声下气去维护道场，也没办法慈悲智慧的去成全后学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消灾祈福啊，这是一种道亲，那我们要懂得说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啊？这种道亲大部分都事业有成啊。还有第四种最糟糕的，消费道场。啊，碰到一位清口的道亲，就抱怨跟他跟后学讲说，他先生就为了追求他来到道场，然后什么事什么愿都发了啊，清口愿啊，什么开荒下等愿都发了，他嫁给他，嫁给他以后什么愿都破了啊，也不来道场了，这些消费道场，要来追女朋友的，还有要来赚钱的啊，来做生意的，来搞选举的，来拉票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消费道场。那这些都是进来乱的 啊，对道场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像后学碰到这种消费道场的，都尽量啊敬而远之，叫莫秉之啊。碰到这种的怎么办？你也不能赶他走，这些人都很厉害的、哦，他把你这里当做活伦社啦、狮子会啦啊，到这边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财有人气的地方就有财气啊，啊就有机会啊。所以说碰到这种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莫秉。也有的没有那么厉害了 啊，他没有办法来说。想要来这边，像后学有碰过这种的，有一次后学到一个道场，哦，在那边讲课，就发现有一个人特别明显，每次都坐第一排第一个，每次坐的时候都板凳都坐一半的，啊，没有人比他更诚心的，而且学历又高，啊，大学的讲师，然后他们讲完师说，哇，这个人才太优秀了，他分配到哪一区去？他们本来就是轮调嘛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张讲师在这里负责。明年就调到另外一区，这样才可以跟了解每一区。他说他到哪一区都被留人，至少要留个2-3年，人家舍不得放他走，太优秀了。然后从来没有看过他打瞌睡，坐板凳都坐一半，最后博得大家的信任以后，花了上亿的钱就跑掉了。这就是所谓消费道场，这种人很多啊，就来借钱啦、啊、什么的，招生意啦、啊、等等的，然后就倒账走人。所以碰到这种人呢，莫秉之，就大家要有默契。还有人就只是来泡咖啡聊是非的啊，就是爱讲是非的啊，他也不认真修道，他也不这个，他也不认真办道啊，他什么都没兴趣，但是说东道西的很有兴趣啊，一开讲就讲个不停的啊。那这种人呢，大家知道以后就莫秉之就好啊，就有那个默契啊，我们不要跟他多接触，让他煞为亏啊。啊，让他没有办法施展他的口角，要来讲是非就不要理他，要来做生意就不要理他，要来搞一些什么这个选举啦、政治啦等等都不要理他。哎，慢慢呢，他就被摒除在外。所以大概道场有这四种人啊，我们要搞清楚、分清楚、分类，把它分清楚。然后呢，最好的就是秦氏曰，就是讲第一种一定临宅，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计。
其心秀秀焉，其如有容焉。这个秦氏就讲秦国的国书，以前秦国后来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，统一天下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国书上面讲出了他们的用人之道。他说我们重视什么样的一个臣子，断断兮，断断兮的意思就是说他很这个敦厚，很鲁直 loading 啊，就是好像口才也不好，能力也很普通啊，但是很直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直啊，无他技，没有什么技能，没有什么技能，口才也不好，人才也不好啊，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没有特殊的技能，没有什么外交长才啦，也没有什么军事长才啦，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呐、啊。但是他的心呢、啊，心地是很有度量的，很美好的，常常心情都非常的好啊。修是美好的意思，他的心地很美好。为什么很美好呢？因为很有度量啊，其如有容焉。所以宰相肚里能撑船嘛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。人家有才能，计就是才能，好像自己有一样。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啊。那么人家有美德，人家有德性啊，哇，我心向往之，我爱慕他，我仰慕他，不次自其口出啊。人家讲的好的道理啊，好像从我的嘴里讲出来一样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实能容之啊。他说这是真正有度量的人啊，啊，真正能够容得下贤能之事啊。所以这种人才可以保我子孙黎民啊，上亿有利哉。这个人是对子孙黎民，对国家最有利的，就是这种人。所以真正的人才是这种人，就是心地美好的人，不是才能高出众的人，是度量好的人，有度量的人，能够怎么样欢喜赞叹，对众生能够欢喜赞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不是说自己多有才能，像后学刚刚开始办道的时候，然后就成立这个经典班，生活易经班。那道亲来参加，也不是道亲啊，非道亲来参加这个生活易经班。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他上久了，他就会来求道。当然也有人上完整部易经，上了两年多还没有求道的也有。然后后觉的前人就问啊，说明义啊，你是怎么样子度人成全人啊？后觉就说啊，我成立这个经典班，大家来上课以后，先上课先成全，然后再求道。那后学就想说这个前人一定很赞赏，说哇，这个都是先来上课再求道的，这都已经先筛选过了，而且肯来上经典班的，在台北肯来上经典班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啊，我们道场最重视这个啦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啊，都是这个所谓有知识有才能的。结果我们前人怎么讲呢？他说明义啊，你不要光重视这些知识分子啊，你要注意欧巴桑。他说一贯道是欧巴桑办出来的，这讲的真是好，一贯道是欧巴桑办出来的，因为欧巴桑就自己无才无能嘛，就只会赞叹啊，怕泼啊，看到这个团体里面出了人才，欢喜赞叹，而且一起扶助他，帮助他啊，帮点忙也好，推一下，帮忙鼓吹一下啊，这样子的人才是国之大臣。后来问起来，很多人都是被这些坛主啦、坛主娘啦成全出来的，煮给他吃啦、啊，赞叹啦、啊，欢喜啦。这个才是真正的道场的栋梁之才啊！所以后学从前人讲以后就开始注意欧巴桑啊，就果然后学的道场啊，就是一群欧巴桑搬出来，弄了半天还是一群欧巴桑。那知识分子呢，都是来这边庄严道场，庄严道场不是真正办道，真正办道都是这些欧巴桑，就是这种人，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啊，口才、能力、学识、地位什么都没有，欢喜赞叹。所以说这个。释迦牟尼佛讲得很好，随喜功德第一啊。随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别人家捐钱我做不到啊，我没办法捐那么多，好，我捐一点，或者我一点都没办法啊，我到处赞扬说哇，这个人捐了100万，太了不起了，太好了，而不是在旁边冷嘲热讽哦，有钱啊，捐很多了 啊显得我们没钱是不是？对，说风凉话啊。人家渡了十几个人，哇，我渡不到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太了不起了，你一个月渡十几个人，我10年的也没渡到一个，我这太佩服你了，对，渡那么多干嘛？成全不起来下地狱，这刚好相反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真正道长
我们老前人讲的这个把道办起来的欧巴桑都不是这种人啊，欢喜赞叹，随喜功德第一啊，这样的人才是国之大臣，道场的栋梁之才啊。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房子来讲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水泥啊。哎，水泥可是比钢筋还重要的啊，钢筋呢是很好像有才能之石，但是要靠水泥把这些钢筋聚在一起啊，对不对啊，一条一条钢筋是成不了色的，要靠水泥把钢筋聚合在一起才能够产生效果啊。所以人才就要靠这种人在中间欢喜赞叹，在中间化解纷争，才可以让所有的人才可以团聚在一起，可以团聚在一起。所以真正的大臣是要做这种事情。中国人讲说调和鼎乃啊，好像什么调和鼎乃意思就是什么，好像很多种食物放到这个鼎里边啊，你要把它调出那个美味出来一样啊。一个团体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才，就好像一锅菜里面那个鼎里面那鼎里面放了很多的菜料进去一样，但是好的厨师就可以调出很好的味道出来，不好的厨师那就调出来很难吃的东西了，不是通通丢进去就好吃的。同样的，他有办法把它调和得很好。这个就是要怎么调和，调和菜当然我们知道有他的办法了，可是调和一群人合作无间，那就要靠这个了，靠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欢喜赞叹以众为我啊，有这种特质的人，他不需要技巧，他只要具有这种特质，就有这种特质，宽容度很大啊，然后调和所有的纷争啊，不断的讲好话不讲坏话啊，欢喜赞叹，尽量让所有人的美好的才能得到肯定啊，也得到举扬，而自己无所谓，自己没有自我的存在，因为他是很宽大为怀，也很谦卑退让的啊，不断的能够让人才出头的。真正好的办事员要的是你这种无我的牺牲奉献，无我的度大能容啊，无我的随喜赞叹，而不是你的才高八斗，辩才无碍。这是我们对于人才啊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